这么一个杀手，他制服不了王贵平。王贵平能是他的威胁？杀了一个王贵平这样碍手碍眼的人，留下两个可以操控的人，同时呢，他又可以得到一笔财产。启源，你这么一说，听得我头皮有点发麻呀，毛骨悚然。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证据啊。证据，证据。再听听。再放一遍。这个好，罗总，这个好。哎呀，罗总，等一下，罗总，厉害厉害厉害！喂，好，知道了。怎么了？向科长来的电话，说市局，说市局刑警支队还在查渔船案。怎么感觉呢？陈叔不是说了吗？正当防卫，一天都不用坐牢。向科长亲耳听到的，协同他们在讨论，万一有人买通郑铎，上船杀人。这狗皮膏药硬还接不下来，不就是个中院副院长吗？你找陈叔聊聊。你姐夫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看看。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什么意思啊？让你跟踪我？我可没工夫跟踪你，郭伦。郭伦，我不知道有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担心的事情99%是不会发生的。谁说的？谁说的？反正不是我说的。卡耐基，行了，哎，都已经来游乐园了，你杵这儿干嘛？走，我们去玩去啊！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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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想玩什么？罗总说了，你之前可是夸下海口，说正当防卫是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你可别忘了。如果这次真坐了牢，以后的日子你也不会好过。这事儿只能怪他郑铎自己，我可以不怪他有没有撒谎，是英雄还是狗熊，可那点钱那么重要的一件事，他为什么不提前给我打好招呼？现在怕就怕法院抓住他这一点，他就吃不了兜着走。谁吃不了兜着走我不在乎，我要的是最后的结果。你是我老婆，是领导干部的家属，所以政治规矩你得懂，不能把社会上的、外面的那些负面影响带到家里来，一丝一毫都不行，明白吗？这堂课我已经上了好多遍了，我早就明白了啊！咱不说了啊，来，再吃一块，可甜了。来，嗯。
你坐坐坐坐，躺着躺着，坐好，躺着躺着，一天到晚老躺着。哎呀，哎，趁中午休息的时间来看看你。院里这么多事儿，那么忙，你就别来了。我今天来啊，一是探病，二是有件事儿想跟您汇报汇报。秦恒，秦恒，你快看！啊，他是不是在床上杀人？哇，这个案子关注度很高啊！你看，点击率都过千万了。就是他抓走了姐姐，他眉头上疤痕我是不会记错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等这个案子审完了，我好好跟公安机关说一说，让他们再重新调查一下。那他怎么可能说实话？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一定会找到姐姐的，现在说话不算话了。我不是说话不算话，我是在跟你讲道理。那法律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做交易呢？这都五年了，要有别的办法早就找到姐姐了。现在这是最好的机会，又这么不在意我姐。我不是不在意你姐姐，一个案子归一个案子，你不能都掺和在一起啊。还是不相信我？啊，郭伦，郭伦，你去哪儿啊？喂，郭伦，怎么出狱不联系我呀？你谁啊？嘿，我谁？范大志啊，我谁？范大志啊。范大志，阿伦，兄弟，想死我了，上次终于回来了，太久没见你了，哎，头发短多了，你也帅了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怎么样？还好吗？在里边特苦吧？哎，行行，没事没事啊。您听好，我来报道了。哈，王默来了。什么情况？你怎么来了？啊，是这样，刑二庭啊，最近人手不够。嗯。他们庭长病假，副庭长呢又辞职了，所以祁院把刘月阳啊暂时借调到刑二庭去了。王默是来顶替刘月阳的。刘庭，您看我坐哪个地方合适？就这个吧。你来顶替刘月阳，你行不行啊，王默？啊，哎，小马同志，以后请多指教。指教说不上，马上就要到年终评比了，在我们庭业务能力最好的是牛老，其次就是刘月阳，希望你不要拖我们刑一庭的后腿哦。这点你放心就好了啊，好歹呢我也是牛庭挑过来的人，而且我也是华政学院毕业的呀。华政学院，加油！加油！哇塞！哎，小兰，你也太夸张了吧！
你跟刘艳阳又不是不认识，你花这么大的血本把自己捯饬成这样，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反差效果。哦，咱们天天在法院三点一线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当然要捯饬捯饬啦，还挺好看的。嗯，好看。哎，嗯，我也给你找了个不错的发型师啊，一会儿也给你捯饬一个。啊，算了吧，算了吧，饶了我吧。哎，不行，必须得好好弄。阿姨特地打电话给我吩咐过的。我妈又给你打电话了，她说什么了？嗯，没说什么。什么没说什么？你老实交代。刘月阳，啊，刘月阳，嗯，喂，师哥，马大松，区法院来人了，他们要整理好的文书，你都装订好了吗？啊，不是，不是下周才交的吗？他们要加急。啊，我，哎，算了，我给你弄完再过去吧。啊，行，谢谢谢谢，太感谢了。那个文件还有点多，都在我的柜子里，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啊，师哥，你要是弄完的话，你就早点过来啊。哦，我今天估计赶不到了，嗯，明天早晨我直接过来吧。嗯，行，那也行，那辛苦你了啊，你早点过来。好，谢谢，拜拜。哎，什么情况？刘月阳他今天加班，今天晚上来不了了，只能明天早上来。啊。今儿晚上啊，就别跟着我了啊。罗总，嗯，冯总今天打了好几次电话，说是让你去他家赏光坐一坐，他又当面感谢你。行，我知道了。哎，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我一会儿把定位发您手机上。太好吃了！你那吃一口就长一斤，我跟你说。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吧？嗯。哟，我说，你们二位这是被闪电劈了？你有没有审美啊，肖兰姐？马拉松，你们两个今天也太好看了吧！他非得给我打扮成这样，穿裙子好难过。这样挺好的，马拉松。真的吗？这样好，这样好。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齐了，齐了。哎，齐远，旁边正举办国际美食节呢，我们去吧。啊，牛老什么意见？去啊，还等什么呢？啊，太好了，太好了 ，Let's go， 爸 ，Let's go， 太好了。哎，等会儿，我得把这吃了啊。哎呀，今天焕然一新啊。小丁啊，下部戏的票房打算卖多少个亿啊？那您不跟牛婷搭档了？老牛那边啊，还有地沟油的案子，也很忙啊。也对，现在地沟油案是全国大案，牛婷有经验，这案子里他在。丁丽丽，我们是你公司委托来替你辩护的律师，开庭前呀，再和你做一次沟通。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大律师。花那么多钱请你们过来，不就是让你们告诉我，我没犯罪吗？死伤多人，你不可能没有犯罪。但是此罪与彼罪，量刑的差别巨大。我们只能尽量争取啊，给你较轻的量刑。我们现在需要你在法庭上表现为一个受害者，尽力的去博取法官和公众的同情和好感，你懂吗？懂，不就是演戏吗？我最擅长的。可以啊，我演给你们看，你们也演给我看，互相看看彼此丑陋的脸庞，多有意思啊！当事人丁丽丽，你最好认真的听着接下来的说的话，我是不会让你砸了我欧阳河的招牌的。等等，我有个问题，请讲。我开车撞死人，不是赔钱就可以解决吗？我是我们公司的摇钱树，我们公司的老总田姐可以帮我赔所有的钱，我为什么要坐牢？我就喜欢你这种人。如果多一些像你这样的法盲，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律师的乐园了，对吗？坐正你的身体，认真听着。
车祸若构成交通肇事罪，量刑37年。可这次检察院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对你提起公诉，此罪重则10年以上，以致无期，以致最高可达死刑。这个差别你心里明白吗？所以你最好想清楚。不是我瞎，想不清楚你就死定了。走。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齐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丁丽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本案由审判长齐恒、审判员王沃、马拉松共同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傅子江担任庭审记录。现在开始法庭庭审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好的，审判长。齐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丁丽丽，男，现年27岁，汉族，齐州人，本科文化程度，彩云影业天雷娱乐公司全职艺人。本院认为，被告人丁丽丽无视国家法律，在严重醉酒的情况下，以超规定时速2倍多的速度，即180公里时速，驾车行驶于早高峰干道车辆密集之处，并最终造成6死2重伤及他人财产损失数10万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以严惩。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第57条第1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丁丽丽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齐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伟，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弄不好是个死罪。